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世的爱情也会孤人行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，咱这网友观众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来，咱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咱这个电话有请董树林要来澄清的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、分析新闻、批判新闻哈。这个传网络。谣言吼，小心会触法。那么警方对源头依法要来上班。那么阿宏电台伫咧讲，这个网络就是安尼，叫人按赞啊，叫人冲声，对不对？所以造成这大家一窝蜂，啊！你甲看，会丢掉啊啦。那么民众利用网络啊，甲咱传播消息。第一讲的时阵，台湾已经有这个麦莎 SARS 吼，搁较厉害，比 SARS 搁较厉害。死亡的这个病例。吼、哦，谣传就对，啊，台湾都啊无半个，我谣传讲有人去钓到啊，死亡啊，安尼，你家想看卖啊？伊讲吼，爱大家出门吼、哦，一定爱戴口罩啊啦，因为消息散布真紧哩，疾管署的立刻提出澄清啊，强调如果散布不实的这个疫情啊。
那么最高会当罚45万。警方嘛表示，即几工啊吼，网络顶头嘛有不明，诶，即个查某举刀进入即个校园，啊来掠囡仔，诶，即个谣言安尼啦。所以我常咧讲，咱即个害哦。啊，即马大家拢有读书的人啊，啊奇怪啦，对唔对？你讲啊，较早无读书的人较侪，毋着讲啊，都耳仔啦、面粉的，人阿讲啥，啊着听啥。即马你甲看，嘛是同款啊，人阿讲啥着听啥，无采咧读书的。我所常咧讲，读书哪有啥路用？啊，即马教育到安尼，啊你袂甲想，当下使教育。不对不对啦，讲什么哦？有的人去学校内，也抓囡仔安尼啦，都无所不集团安尼啦。那么一旦查获，将依法要来移送哦。随着行动，而这个装置，而这个普及化，网络。啊，甲通讯软体嘛，成为民众联络代志上界便利的这个管道之一的。韩国出现了民众感染到中东呼吸道的这个症候群呢，就是 MERS 啊。那患者的时阵死亡案例。未少韩国旅游的这个旅游团嘛紧张化停，终止出国。但是网络传播不实的这个消息，嘛增加民众的这个恐慌的。那么无奈散布消息，第一讲的时阵，台湾已经有这个 MERS 啊，吼。那么死亡的这个案例，啊，搁讲的时阵啊，死者吼是34岁，住伫个内湖区的，吼，啊，讲到有够有手，你甲想看卖啊，嗯。那么病呢，是中坚病院向疾管署啊来通报的，哇，你甲想看卖啊都无咧。那么因为消息传得真紧，吼，真急。你啊，大家都是安尼，伊也传，伊也传啊。即嘛就是啥嘛是安尼，是啊，真奇怪。我感觉即嘛人无啥效，真正啦。创一个啥物件啦，讲传好，啊伊就直直传，毋知安怎就叫传就传啊，就对。你看，感觉即嘛人都毋知安怎。读书我定来讲有啥物路用，无路用。那么就连未少的这个医生、甲护士，嘛拢接到这方转传的这个信息啊。那么疾管署的嘛紧急澄清是网络的这个谣言呢，呼吁民众卖阁乱散布啊。伊若无的时阵，最高会当罚到45万块。新德市恒大大队。我队长林鸿星就讲，网络谣言最近真多了。新德市还佫传出有查甫的吼，举刀吼，弄入去校园，啊掠迄个囡仔。消息不但伫个内，而且个传播，嘛伫个民事顶头公然，啊来提醒。啊，有的你也看，有的人哦，我咧做好心啊，咧就对个。所以我常咧讲，即么人就拢无分是非啊，乌白拢无啊。所以我常咧讲，即么人咧读书就无啥物路用，要读书要从啥，我都想袂形。人啊讲就对人讲，亲像嘛有人传赖传互我，我拢嘛无咧甲传，我对唔对啦？咱讲谢谢多谢，讲哦感谢哦。你传来一挂信息，对不对啦？我叫我讲，那迄个都传，传你去传哦。我这才无咧迄款的，对不对啦？
就真奇怪，即卖人就是安尼。伊讲哦，提醒的时阵呢，家长要小心。林鸿生表示啦，进前在即个铁路警察局担任刑警大队长期间，拄啊好拄到电击杀人的即个事件，嘛是有网友啊乱散布其他。高铁诶，即个高铁站诶，嘛发生诶时阵呢，电击即种即种诶即个事件，那么警方伫咧第一时间嘛展开调查，因为已经造成民众诶即个恐慌诶，警方嘛将网友将即个高名散布不实诶即个谣言者，以刑法。305条恐吓危险危害安全罪罪嫌以上发办啊。那么警方嘛呼吁网友啊，卖顺安尼啊任意散布不实的这个谣言啊，以免误触法网安尼啊。所以阿红哦，定下咧讲，都卖甲人按赞什么嘿，我感觉即卖人哦，啊嘿哦，嘿若无嘿哦，嘿应该死好啊，无要安怎？好啦，到这结束，期待一回，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。啊，即摆若抓到，讲我哪会知？嗯，就是安尼，佮抓到讲我哪会知？大行拢唔知就对，啊，唔知伊唔知咧安怎散布，安怎跟人按赞，安怎在迄度的，我都想袂晓。好啦，到这结束，期待一回，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来听这个浪子的说人。拜拜。浪子的命运亲像一条锁链，不如伊是上小牵连，冷暖社会现实万千，互人一笑上可。浪子为情奔波四海，真情往人间，我叹一声两重天。情亲像一条锁链，不如伊是上小牵连。爱人晓惜，情断一边，三年相识变无。想你去体，妇女骂你无情手段，对阮表现，我叹一声。
门窗开。